们今天要办的是彩狮子活动，不是萤火虫哦。但是大家有没有看我跟林恩宇的萤火虫呢？记得收看呢、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我们赶快去进行我们的活动吧。我们上次有拍过那个萤火虫，记得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好的，狮子很累，我们赶快拉下去了，真热。Carry Channel, follow me, go。下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开始下一个活动咯。那我们就听导览员讲解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啦。好，好，走走，在这边就可以讲了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有谁知道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鹿仔树。鹿仔树，鹿仔树。你看校长跟他不一样，看就知道。好好好，这是给你讲啊，要给我讲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构树，就是客家话讲龙舌树啦。对，那构树啊，它其实非常有用，它全身都是宝，都有作用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是要给鹿吃的，又有两个。树身它其实可以当然拿来做那个钞票，就是钞票纸。树皮啊，树皮，树皮拿去做，可以做成钞票，就当钞票的纸。所以它其实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钞票树。对，它其实在台湾都非常常见了，就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。它是以前就是很有用的树才会被传下来的，就是红的。然后它有分公跟母，就是公的那个。它的那个果实跟母的果实会不一样，可是现在不是它季节，所以你看不到它的果实。那其实它公的会喷那个花粉，它其实在那个开花的时候喷那个花粉是会蛮神奇的，它就是这样像喷烟一样这样，这个是公的。然后母的呢，它就是它会开花嘛，那花粉它会利用那个风力，就是它其实会算好啦，什么时候有风，什么时候没有风。那它有风的时候，它会喷花粉。这花粉呢，就会借着风，然后到飘飘飘飘飘飘到母的花上面，然后去让它结果这样。然后其实，那结果之后，然后其实就会传下一代这样。然后跟小朋友讲的话，可以讲它是当当树，那个，因为它的果实很像铃铛。哎，它的果实很漂亮哦，红色的，母的吊着就像铃铛一样，所以可以说是当当树。所以我带小朋友就会讲，单有叶子，带老人家我会讲。它叶子有两种，一种像中国可以做成那个花样。它的叶子它其实是不同时期那个样貌会不太一样。对，它不是用叶子分工，是用它的那个果实。对，它会看起来不一样，公的会像一串，然后会喷烟呐。对，然后母的就是它果实会是圆圆一颗一颗这样。哎呀，跟那个树现在很可惜没看到，前一阵子都果实很漂亮。好像是四五月的时候开花，果实对那时候。果实到我们上课还有啊？对，还有。那时候我们现在呢要去山上去走一走，那边有一条小路，而且我们要认识一些可爱的植物，也许会。看到一些小幼苗啊、小花啊，还有菊花呢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会是杨梅的那棵树，而且大家都走上去了，我们赶快追上去。好，赶快赶快，要不要再吃一次杨梅？秋天到了，记得要穿多一点衣服哟。我其实只穿一件，因为这个很特别厚，所以我特别穿这个。这个香蕉是我们那个，也不是南洋芭蕉，南洋芭蕉跟我们芭蕉又不能一样，它吃起来会比较带酸，比较酸，对，有酸味。我们来到这里了，这里就是小鹿的开场。阿姨，你来介绍这个你一定会。小花仙风草。好，你看这里有。好，咸丰草啦。我们走凉一点的地方算。对，咸丰草。这是大花咸丰草。这是大花咸丰草。其实它是很多花组成的。花吗？有小花吗？不是一朵花，它是很多花，很多很多小花组成的。对，因为它中间有很多小花。而且那个不是要恰杂木吗？不是要恰杂木吗？不懂。
这里这是蛇瓣花，这个花瓣是蛇瓣花，而且这里有很多很多小小的，很多很多小小的花，对，这里，而且它可以拿来当玩具。我们现在要唱每一次就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受伤也不曾悲伤，不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，不去想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绝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最初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好像用心遗忘，不害怕下雨会有风就是我远吧。小小大花旋风草有没有看到？其实这里有很多小花组成的，这是菊科的花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哦，没有记得我一定会很相信的。紫色的叫什么？什么货草？紫花藿香剂。紫花藿香剂，哈，它还有一个叫白花藿香剂，它两个的生长环境刚好极端。紫花藿香剂它是生长在比较肥沃的地方，然后白花藿香剂它是生长在比较贫瘠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其实是我去原住民部落，他告诉我的。不然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他们的祖先要找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会试验用这个来看到有这个的，他就觉得哦，这块土地很肥沃，我就在附近搭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耕种。所以这个是原住民部落教我的啦。应该是不会错，但是你去查，上网查就知道说，哦，白花就是比较贫瘠的，然后紫花要肥沃的土壤。哦，它虽然都是藿香剂，但是不一样。我们这边都是紫花藿香剂啊，可见我们这边的土地很肥沃。哎，白色的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。这个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刚好在原住民部落学到了，因为之前做社造常常跑部落，山上的这个有几片叶子？这有几片叶子？赶快数，有几片？几片叶子啊？一片。啊，要
煮很麻烦了、啊。哦，四六八。一大片。这个要烤小朋友，要烤小朋友。68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我要公布答案哦。啊。有人讲对了，答案是一片。对。嗯，对。它那整片就是一片。对，这样子整片都是一片叶子，然后那它为什么你看到感觉很多片呢？它是因为。它因为环境的关系，有没有？那它，你看到它生长的环境是在这种树下嘛，对不对？那它树下它就要需要很多的那个就是叶子要长得比较大，它才吸收到足够的阳光。那可是呢，因为叶子大片了之后呢，它会有比如说破掉啊，很那个，所以它就慢慢的。分裂风大，它慢慢就分裂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。对，它是对比的、原本是一片大叶。对，原本它是一片很大一片叶子，然后它慢慢的就变成裂叶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这个山棕，叫做山棕，哎，山棕它的花香呢非常香，非常非常非常香，大概在10公尺到20公尺外啊，哈，甚至30公尺外你都可以闻得到。但是你闻到这个香，哎，奇怪，花到底在哪里？都看不到花。对，看不到花。那它的花在根部那边啊，会有那种小小的黄黄的那种，一颗一颗这样子。那非常不起眼。我以前在这边读书嘛，那个在元东国小读书，所以我从这边去上学的路上啊，常常都会闻到，哎，奇怪，什么香味啊？我以为旁边的那个小花。啊，这个小花居然这么香哦！结果我错了十几年，对，真的后来才知道，香去找那个对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种花。但是哈、它很奇怪，你远远的闻到香味，那你太靠近，没味，闻不到了。对，太靠近反而闻不到。对，它飘香飘的很远，但是你太靠近，闻不到味道，可能是。你的鼻子有一点稍微麻痹的香，真的。那它这种啊哈，山棕嘛，我们以前人家做那个蓑衣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里面其中一个材料。对，就是它的那个鬃毛。鬃毛。这个蕨类的，给各位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种啊哈，你看到这个是什么？它有三种变形叶，三种变形叶，这是第一种变形叶，然后这是第二种，有没有？它在同一颗上面，很神奇哦，对，分裂，对，同一颗上面，它的那个叶形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那这个是同一颗嘛？有没有？同一颗，它分出来。这个叶子跟这个叶子不一样，但是它是同一个同一种，它总共有三种变形叶。哎，你这边看到两种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神奇？那它这个全部都是一片叶子，跟那个山棕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它因为它生长在这种潮湿那个阴暗的地方，所以它的那个这全部都是它的裂叶。只有一片叶子而已。本来就是一片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叫海金沙？我不知道，海金沙是因为它会长那个一颗一颗的包子，就是它的包子会变成金色的，就是会长那个颗粒包子，然后有包子，对，它会变成金色的那个。金金一颗一颗，所以叫海金沙，像沙子一样这样，人家会抓到瓶子里面，好漂亮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等它成熟之后，对，这个包子会渐渐变成金色，所以叫海金沙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陈子薇，这是什么植物？我不是薇，我是奇。啊，我又找错啦，对不起。陈子薇，哎，不对，陈子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的果实？这个是野百合的果实，对，答对了。请问种子在哪里？它的里面。OK， 我倒出来。我的没有了。在还没倒出来之前，我要再考考你。好，就是里面的种子像什么？薄片。像脆皮。
像脆片，怎么那么感觉像小的薯，像小的薯。好好吃哦！我爱吃薯片，哇，薯片超好吃。我很少吃薯片。哦，我也是，可是最近只吃。OK， 请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好金色的感觉哟、哦！你有没有感觉？喂，对不起。那放在阳光底下，哇，金色的感觉。真的耶，金子，真美。你像金色的鸡蛋，你看这中间是蛋，蛋黄的咖啡蛋白。哎呦喂、啊！如果有这种蛋的话，我就一定要吃。那种蛋应该是做巧克力的蛋，清香巧克力的蛋。还有大家，春天可以种。不要种。春天可以种，是春天可以种，而且种得成吗？而且，也许种得成。我家里我有自己丢芭乐种子，然后呢，因为呢种一次太多吵架，所以我把它把它。我原本还不相信耶，然后你还是把它跟我讲，我以为把它，然后我把它弄掉。我想说怎么会有新植物在哪？我问妈说：“哎，这是我爸。”可是我想，虽然我的爸是没有这么多，他说：“哦，因为太多。”对啊，又在那个，有我大出来很多耶。在春天也许会种得成哦，大家一定要种种看哦。一二三 ，Go！ 来，各位，我们要用一个类似像一个彩带丢出去的一个东西哦。那我们呢就是用这个黑野百合来用哦。那我们数到三，一起吧，一、二。爸爸做一个东西给你。哎，对，叶桃可以玩呢。爸爸做一个东西给你。喇叭，他会做喇叭。爸爸。对。很好玩哦。爸爸，我们他。我也可以吗？你可以啊。有没有会做？我不会。有没有会做？就这样卷就好了。是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卷一卷就好了。卷一卷。前面那个要。那有没有人要做这里有？有没有可以拿来试做看啊？看谁做的比较响。一定是你做的、啊。你看我们在试做，我们又没做。这里面很多老祖宗糕的。对。这叫什么？月桃。月桃。月桃。拉到就是。有没有很大声？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啊，小学上学的时候、啊，没有无聊嘛，就一边走一边玩，就这样就拿这个来吹。好嘞，那我们呢要唱一首最近很流行的歌，它叫做《热爱105°C的你》。这样那个，那我们呢要开始唱喽。那我们边走边唱好了，你看大家都走，好吗？对，赶快。多美你的天，八月中午的阳光，多美你耀眼。105°的你，眼睛穿的真流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，你不知道你有多。来，我们从头唱好了，不，我前面忘记我没有，是吗？你多美你的天，八月中午的阳光，多美你遥远。105°的你，雅青春的真流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你的。快哎，为什么我前面记得，后面就忘记了？对，因为你什么关系吗？在这边养足精神。通过炎热的地带，啊，等一下过去就上面就往下走，好、啊。
往下走又很凉了。好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啦。这个忍不住。这个香蕉呢？香蕉。这个香蕉呢？这个香蕉你会发现它很高大。没事长那么大。没事长那么大干嘛？这个香蕉的品种是什么品种？这个香蕉叫做吕宋蕉，吕宋蕉啊，你们怎么专门种那个吕宋蕉啊？哈，吕宋蕉，吕宋蕉啊，跟我们的一般的那个我们的大北蕉，北蕉大北蕉，跟那个芭蕉都不一样。那吕宋蕉啊，他们菲律宾人、印尼人、那个越南，他们都比较喜欢吃这种的。那我会种这个哈，是因为我老婆是菲律宾的，然后有姻缘的，然后哈。他们在工厂上班，就很怀念他们家乡的，对啊。他们这个吃跟我们的蚊香蕉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熟食，对，熟食，对，他们是用熟食的，可以拿来煎，对，快要黄的时候就拿来煎，或者是会拿来煮那个椰奶或者是什么，对，加那个加那种那你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？那个是菠萝蜜。对，香蕉加菠萝蜜加汤圆，他们拿来一起煮，然后加椰奶一起。啊，以后要剥掉。对对，香蕉不要剥掉。对，然后那个叶子啊哈，叶子他们包那个糯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加椰奶。那个两者糕。对，这种香蕉叶他们常买。那个好大块。对，因为。你会看到它特别大颗，是因为南洋种的，它的那个就特别高，真的好高。它的香蕉也特别大吗？对，就它比较香吗？口感不一样，差很多。那我们去市面上买是吧？我们去菲律宾常买到的香蕉干，还有就是这种。香蕉干，那我有试过用我们那个一般的我们的大北蕉，我们平常在吃的香蕉拿去煎了煎就粘在就烂的，你就没有办法煎。它这个用小火煎了它一片它不会粘在锅子上，会变得很漂亮。甜味的，甜味啊，它这个哈成熟了也蛮甜的。它现在已经有一颗有了，那边那个，对，很大一串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像我们这边的香蕉一样，对，绿的。我们这边有三颗开花。大概像我老婆在菲律宾那边大概八个月，他们就会结果。那我种了一年半，快两年了。对，我们这边冷度比较高，所以就那个。看那个叶子，你看好大哈，好大。这是马英丹。我们现在呢，看到了这个藤蔓类。我们把叶子摘下来抹一抹，对，闻起来像薄荷。我没有这么觉得，我觉得它很花的味道像有花做的那种。请问你知道它的客家话叫做什么花吗？嗯嗯。就是电麻花，电麻花，电麻花，电麻花什么东西？电麻花，味道很重哈、哦？没有那么重啊，用感觉是用花泡乳肉的水，然后煮成的花乳肉，花乳肉怪怪的，花乳肉闻起来很香哎。有点花花乳肉，给大家闻一下我的手掌，给大家闻一下我的手。上次的乌鸦哥是树是什么？是原住民最喜欢的那个食材，那个吃啊，刺葱。对，那个呢，我不是有用给大家闻一下，就是毛毛衣的味道，然后观众只有看到我的手，没有闻到味道。橄榄的汁。
橄榄跟他拍个特写，很漂亮。香香的，来呢，来你跟恩姐姐说，你看地上掉了好多橄榄。好多橄榄了，刚才那橄榄树都在那边，橄榄树刚才掉好多橄榄球在地板上面了，啊，因为呢我刚刚不小心大力大力队呢出来了，让我来玩一下，挺香的，但是如果是换吃的话，我就，我一定会吐的啦。我要吃员工加工的那一种，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吐的啦。你要吃看看吗？好啊，我先吃。我看你是什么反应。我也要来吃。Harry， 你吃看看是什么味道。我不动。好恶心啊！有这么夸张吗？真的很怪。好酸啊，洗碗巾的味道。洗碗巾啊，它是酸酸的吗？很酸啊。我要吃员工加色素的那一种，员工那个不是黑黑的酸酸的那种，它那个比较好吃。这个真是好恶心。那个上次呢，你拍那个萤火虫太阳没的时候呢，你不是这样。你不拍杨梅的时候，你吃杨梅不这样？你看，然后你还想，动，你呀、啊，我今天还好啊。那我旁边呢都是柿子树，那我们要准备是采柿子的，我要爬树，我会爬树，你有爬过吗？没。我爬树，我爬那种比较大的，不过细的我就弯悠悠。这里很平，很安全，不是。好可怜哦，红红彤彤的四肢，最甜的四肢出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吃，好吃好吃。然后我们要去采柿子哦，千万不要爬树。Kerry Channel Follow Me Go。我可以爬树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需要爬树。啊，我很会爬，我要登记的。我也想爬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过来看，我看到这一个里面有很多红柿。这里，好可爱，有橘柿。哦，这是那个啦，要做柿饼用的。对，我把它摘下来吃好了。我等下再吃，我先把它摘下来。哦，大嘟嘟，哎，怎么会有鸟屎？嘿，加的。哎，结果。找到一个100分的。100分？不贵，我要看。找到一个100分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根满分的，你采那个，我采这个。啊！靠！掉！我的样子，不要学成这样。对，那个，那你就拿来吃吧。我的掉了。对对，那我的掉了。这个可以马上吃了。可以吗？对，这一颗可以吃的。那我们，可是我还比较吃，我拿个吃。你现在这个节目一直吃哦。我在找，哦，看到一个满分的，拉开，好高啊！今天最爱吃的，哇哇哇，99分，0分被吃掉的，是。还有哪个满分的呀？白色的，哦，这个满分，这个满分。啊，
各位观众，你看，满分，赞，妈咪，狮子，狮子收割了，狮子，我找到，我找到很多满分的。可以马上吃，很多满分的哎。对啊，可以马上吃。我给你拿，交给你了。你要吃吗？哦，好好好。如果我看到的话，那我把它算成一千分。哦，这么高！糟糕，这高怎么爬？罐子要放哪？哎，你们可以不用带罐子。我带呀。巴登，你看我爬素材的效果，这是我爬素材的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那里。你就跟你的家多礼吧。那什么啊？你看。啊，这颗很漂亮。对啊，他都没有受伤。哇，这颗不行，你看这里有虫。把它打爆。所以可以给叔叔看一下虫吗？拍一下手，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多理他的家人，对，真的。啊，这样子，不要用丢的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靠满分的狮子都在这里。我把它给踩，可是它有点被咬到，没关系，老师一洗就没事。哎呦喂，那洗，我立刻下来。好可爱哟，箱子箱子，各位观众，我看到好多汤的狮子的在这里。一百分，哇，直接拿下来就好了。不行，那它会烂掉。哎呀哎呀，有脱离喽，有脱离喽，脱离，巴登，箱子，这个可以，一拔就拔下来，不行，有参考。哎，这里有，你等等，哦，好可爱，一百分，你看，好多都是狮子。好可爱的黄色双狮子，你是不是很大的笼子里？爸爸，好可爱哦！对，很漂亮哦。很想要拿来装饰自己家。哇，超红的，有三颗哎！那边也有很多，好多颗哦。我教你怎么爬。你看哦，你看哦，我教你怎么爬。首先呢，我们那些过的树。慢慢的往上，我懂了。哦，因为那里很高，你给我看。是，来我爬给你。看，我往错地方了。看，我刚看到目标是在哪？来，我看到目标是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我爬，你经过，哦，等我一下，停下来。
先开始。给他了。我的身上都是血，血我吸下来。我那个高老师要一定要爬出去。那我先看那一个。在哪里？恩宇很厉害，你这样下来哈，哦，超级波又烂掉下来了。之前带活动啊。因为我这头狮子打洞滴滴，打洞滴滴，好了，我拿去箱子。一百分的，这里有一百分的。哇，好漂亮的狮子呀！啊，一二三。三，哎呀！啊，被我捏爆了，哈哈哈哈！被我捏爆了。各位观众啊，我是变色龙本，轮到你了。嗨，我是福慧祥，我最爱吃树叶，我最爱吃昆虫哦。睡觉了啦！我要坐在这里，我要坐在这里睡觉喽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是防疫期间，对我们呢要量体温，量体温，还有洗手巾，还有那个调皮。所以呢，我一用我手就放开了。那过来，那各位看一下我的调皮是怎么样？我这身上你都有板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好，最后一个是正确的。还有大家，防疫以外夹攻大病丸，来，这里还有几瓶？这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我们的体温，然后这里是喷酒精的地方。我把我手放在下面，35.9，我的体温是35.9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这上面的盖子可能是补充酒精的地方哦。可能哦，但是不要随便乱拔，可能会坏掉，也可能不一定。还有这个可以拿出来清理。红，如果是红柿子，你就要往前往后，它就是尖的。好，往前往后，它是不是尖的？好，往前往后。然后往前往后。为什么要煎的？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卖相比较好。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弄好之后，像这样弄好之后，要去洗，弄红柿子哦。好的。要去洗，洗干净以后，拿干的抹布把它擦干，擦到亮亮的。好，我示范一个。红柿子，其实煎才行。如果说那有看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就要搬掉了。对，所以刚刚我教你们踩的时候，就是要往前往后。搬地头的时候哈，它就会掉。不要去，像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掉。你在树上抓会很容易哈，在树上踩的时候，你们教人家踩不要这样子，就是手抓着这个，然后往前往后，往前往后。对，它到时候它的这个哈，我去洗。好。擦干，因为它很韧的、啊，它蛮韧的，好看，可是那个圆圆的，擦干哈、哦，不是擦干就好哦，你要把那个黑黑的部分，那个粉擦掉，全部擦掉，然后它会亮亮的，尖尖的。
我们都没有了。它会亮亮的，就很好看。到时候那个红是红了以后，真的很美。我相信你这一次回去用，我以前弄的会死人，他都抢着要吃。真的，还有一点很重要啊，像这被果蝇咬到的，里面有果蝇的卵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挖掉，挖一个孔，因为健脾，它就不会继续烂。如果说结疤了就对了。如果说你没有挖掉的话，它的水啊会从这边一直涨，一直涨水，然后漏出来，然后流，到时候就流水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就进了一台队。啊，就是很多会，反正你处理那个处理小了以后，有看到黑的就要去处理了，把它挖掉。像这黑的你就挖掉，它不会烂掉。OK， 放心。你把它擦亮了以后要处理，那个后续动作。黑的弄掉，记得要擦越亮越漂亮。OK， 好 OK。好，像这么红的，像这么红的，还有果蝇咬的，就不要泡水试了，泡了也白泡。OK， 啊，泡了又白泡，所以你有果蝇咬过的，你就留着给他，好吗？哎，对，还有红柿子哈。如果说你急着要吃，啊，急着要吃，你没办法等它红了哈，你就把它点点酱油，嗯，它比较快。你点一次，点一次，它不是会渗进去吗？嗯，就再点一次，不用不用，好，又给它渗。然后如果说它很黄了，你就点一次就好。如果很绿，你可以点三次。OK， 不要带吹熟了，就是就像我们泡水是一样，越咸就越容易熟。哦，它就会越软，所以你不要放。你喜欢吃脆的人，找绿一点的，然后不要放那么多盐巴。那盐巴的比例多少？盐巴的比例多少？30克。比多少？这一桶多少？三公升。嘿，那是多少？大概1:30。1:33，1:100。对，1:100。这样知道了哈。那有秤子吗？不用，我已经称好了，就是一勺，就是。就那个两个，我们是三勺子，就是三克。啊，这水要加到。这样知道哈。好。因为你都再来就是水。水，我们因为还要放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放半桶的水就好了，然后加盐巴去把它和均匀，和均匀以后再慢慢一颗一颗柿子整理好，像这样整理好，不用擦不用洗。OK， 因为它上面不是有灰灰的吗？放进去，这样效果更好，因为更好吃。前几批的那个客人已经昨天已经开始剖了，说哦，你家的柿子好好吃，哎，都在剖，真好吃，哎，所以就这样放到满，然后再去把水补满，一定要把盖过柿子，你的所有柿子一定要盖到水，所以这边可以装到满满的水，再盖盖子以后哈，拿回去找个阴凉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塑胶桶。如果你用暗杠，啊，用陶瓷的，你可以晒太阳，它会吹熟。哦，啊，放在那个，你可以晒太阳吹熟。不锈钢的嘞？不锈钢的随便你啦，不锈钢也可以晒太阳。但是我们这个我不建议晒太阳，我们就放在阴凉的地方一个礼拜。OK。不要去移动，也不要换水哦，不要每天跟我换水，到时候跟我讲说，哦，做不熟。哦、不要换水，不要动它就对，而且不要动，它喜欢安静，它不喜欢动来动去。那你晒太阳，你不是要搬进搬出？不用啊，直接就放那里，就放着。晒不到太阳，不用晒太阳。啊、哦，那这样的时间多久就可以？就一个礼拜，然后一个礼拜你就拿上面最上面的那一颗拿出来，削皮哦，不要没削皮就吃，那我不管哦，要削皮，皮削好之后啊、哦。然后试吃，吃 OK 了，可以 po 文说哦，好好吃，我会很开心。OK， 然后没问题，好吃了，整个还不能吃就再泡，不要动它哦，再泡。啊，如果可以吃了，你就就
全部捞起来，全部捞起来，一定要全部捞起来，不要再泡了，全部冰起来，洗干净，冰起来，不要削皮，一个礼拜，不要削皮，好，冰起来也是一个礼拜哦，再不然它会长那长那个黑黑的丝丝的，对对对，黑黑的纤维这样，对，就是有一点里头的啦，就是里头的这个肉，这样知道哈？知道啊，等一下做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再问我。要装只能装半桶水哦，然后因为要放柿子它会满出来，所以不能让水满出来哦，那个盐巴水就浪费了。我要这个先拿放它的酵素不会那么苦啊，不会发酵液，对，然后你放到这里就好，对，等一下你们坐好，有空的人可以来签名哈，然后签名的时候顺便拿一个选一个口罩，对，我跑来这里了，好没你要忙啦，还要那么多？三个，退了没？退了没？红色跟白色，哎，那个头，黄色的大人不要选啊，黄色就是小孩子。等一下我们家里这个紫色的，再多一点点没有关系。等一下我们家里这个装水是紫色的，不要换水哦。好的好的，可以了，可以的，可以了，这样对。到这边，没有把额温枪拿下来，这个把额温枪拿下来。好了，爷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等一下柿子放进去，水就满了。哎，好重啊！那我是哪里？会烫，会烫，会烫，弄，对，真的，是可以的。啊啊！我真不接耶。你会吗？我可以教你。好。这边，然后用手这样轻轻一推，像往上推，它就会变折断。今天10月17日要底部一点，然后往前面这样推。我推了。对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倒掉，把它剥掉，用手剥，把它剥掉。有确定好，然后这个梗，还有这个梗要用力的，就是一样这样往前推，没有断对不对？再往后推，没有断，然后再往前推，就推到断为止。破了，那就转一下，这里破了，这样子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稍微转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哎。怎么样？这我的头，这才是你的头。我知道啦，这里去了吧？这里，这里。这个不可以用这个，要先切断。我想吃哪里？看，那谁这边？这边。游泳的，这里放满，放满，对，可以放。放满了，我要放这两颗。拿火罩吗？可以拿火罩了吗？可以。我名字签的，可不可以？签名就可以拿一个。好，我要拿一个鞋。要把那个要太满，对呀，这个可以吧？你别看看了没？还有没有受伤的？还有鞋子，鞋子。我操！没有，可不可以随便拿一颗？可以啊，就把它放满。领口罩，哎，天哪，这个我顶多都没想到。我选白色的，好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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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色色啊！天哪！中间不要把它倒出来，哎呦呦！不会啦，有看到，我来。刚才讲解员讲得很清楚，我等你哦。太阳，太阳。
天这样哈。我要放满了吗？可不可以放四颗？快点，快放满，快放满。我的。叫另外的，另外。好的，可以。我先放满。我要是好不好？放满，放满，这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看你们，我都没有问你。带一些水回去，手机要用到水。哦，这个好长哦。这个袋子如果没有用到的，帮我放在那个炉。你还要再放呀？成熟的呢，它的甜度会高很多。哎，那每一个柿子啊，哈，我们采的时候成熟度不一样。那对，成熟度不一样，采收回来做的柿饼啊，哈，它的颜色就会不一样。那像这个颜色都不太一样。这个比较红，你们看到这个比较白一点，这个比较红，这个很红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很成熟的时候采的，就是。快要变黄变软了才采的，
然后这个就是绿绿的，比较绿的时候采的。那两个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，红的时候它的采的它的甜度会很高，会很甜。然后这个比较绿一点的就很 Q， 比较 Q， 对，口感就不一样。谢谢。嗯，就这样。嗯，好了，等一下就换你讲那个视频的制作过程哦。嗯，好。那各位观众，那我们呢现在呢要来吃吃看柿饼口感。那我们先吃面粉蒸熟柿饼，那还有这个比较蒸熟柿饼，两个吃起来看看会是什么样的口感。那我现在吃这个，我已经咬过了。嗯，我可不可以说这个？等一下，我呢？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我先分享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很软嘞，太甜啦 ！Oh my god！ 哦，很熟的那个柿子做出来柿饼太甜了是吗？嗯嗯，有事来说。哦，好酸！我突然觉得有点酸。活动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好，阿姨请说。我觉得今天走很长的路，很长的山路，很累吗？我觉得自己好像有变瘦了一点点。有运动到。不过呢我们呢有唱歌，虽然走起来没有这么累，反而会觉得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喘。好喘啊。那 Carrie， 我问你哦，你觉得这次的视频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吗？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吃了很多视频说很开心。还有吗？我还有。没了。我还有。好，恩宇请说。就是那个，我觉得这种的视频还好，我先吃吃看，很 Q， 很熟。这个的话，我就觉得我靠，太甜了。所以颜色比较浅的比较好吃。我觉得颜色比较深的比较好吃。哦，所以你们一个喜欢吃很甜的，一个不喜欢吃那么甜的。跟我妈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太甜了。哦，颜色很深的太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 Carrie 喜欢吃很深的，她喜欢吃甜的。姐姐喜欢，恩宇姐姐喜欢吃颜色比较浅的，她喜欢吃不要那么甜的。刚刚还是可以的。那你们走山路的时候，还有看到什么很多植物吗？哇，茶叶草。还有呢？还有海蜇沙、小方面泽兰。什么方面泽兰？小花曼泽兰。哦。那我们今天的采日子活动已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喜欢的话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还有留言。那么谢谢大家哦，之后还会有下。